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又一台八女神领便当，景萱入院急动手术休两周等我回来。女星景萱廖景萱因外形抢眼，演技精湛，在三立多部八点档都能看见她的身影，表现可圈可点，虏获一票粉丝的心。景萱近日在三立八点档一家团员中演出千面女郎的手下，最后因为办事不力惨被灭口，在剧中被烧死，正式领便当。景萱也发文证实杀青，近日也进行手术需要休息。景萱在一家团员中演出千面女郎的手下，最后因为办事不力惨被灭口，景萱发文感叹，是的， Lisa 杀青了，谢谢剧组的体谅，最近私事有点多，不想一直请假造成剧组的困扰。原来近日景萱刚完成手术，牙齿手术后需要修复期两个礼拜，进食要很小心，还要有充足的睡眠，所以不得已做了这个决定，好好休息，等我把身体养好再出发，呈现更多好的作品。 Lisa 谢谢大家，再会了。网友也留言要景萱好好休息。在家休息的景萱也曝光自己的躺床美照，照片中只见景萱只有穿内衣，巧妙用玩偶挡住，但隐约还是可以看见景萱的好身材，让不少网友留言直呼太辣了啦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